普京啊说，从概念上支持提高征兵年龄的想法，有小道消息啊说，他们想要增兵增到150万，要使用人海战术了。什么叫从概念上是吧？羞羞答答的，吞吞吐吐的。就是把那个年龄上限呢，提高到30岁，以前多少岁不知道，但是早早就看他们征兵都有老头啊。乌克兰是等着西方现代化武器，大毛子这里只能是用人海了，用人头冲了。冲人头。